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先玩游戏是沉默之塔。那今天我们妖精类的抽卡出现几率提升多少不知道。然后大师自从妖精改版之后，一直还没有抽卡，所以我们来赌这一波会不会抽到大奖。估计抽个五张吧，石头有限啊。我第一抽，哎呦，旁边那个好恶心啊！然后今天开放第一集，好，一看就知道是烂卡，风信纸啊，风信纸，感觉就是不强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第二抽啦，等一下哦，调个设定。哎，我们来刺激一点音乐好了。哎，都技能确认要，这个先关掉。我觉得这个很烦哎，夜间音乐。来吧，抽卡喽！抽卡的概念都跟打九峰王是一样的。好，第二抽，结果抽卡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，会不会？究竟？哦，这次我有了，烂呢，提升在哪里啊，大哥？给我中，这啥小？天堂鸟，它好吗？记得三张了嘛？哦，第四张，大奖不是菊花吗？那个什么菊什么的，水属性哪一只？拜托，一张就好。啊，我两张了，啊，三张芙蓉了。好了，最后一抽了。会不会呢？你是谁啦？林兰，你谁啦？林兰是这个吗？是菊花吗？如果林兰是菊花，就可以不用抽了，是吗？我也不知道，看起来不是，不是菊花，那怎么办？五抽了哎、欸。好啦，真的是极限了。嗯，嗯，天堂鸟印象中好像还不错，对不对？还是没有。好啦，六抽，没抽到，就是官方骗人啊！官方别再骗了。好，官方不要再骗了，我不相信你了，我不相信你了，我连音都没有，蔷薇也没有，六抽了，嗯，有第七抽吗？好了，抽了，就七抽都是悲剧耶，会不会七抽都悲剧？好，七抽悲剧，好了，悲剧。好，我们七抽呢，风信子两只，芙蓉两只，天堂鸟两只，铃兰一只。好了，喜欢频道欢迎到频道左下方的图片按个订阅，欢迎到粉丝按赞，以中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，这里有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